接下来要打
开杀戒，穿透你的耳膜，一直到达灵魂的深处，让你崇拜着我，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 ，Fight against the world。我们生来就是把你早已拉响了群发，气氛将被引爆，都给我顶好，我无所畏惧，让所有的对手都领教。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大声的尖叫。我根本不受谁的威胁。
Thank you.
会上可以一起唱啊。有休息好吗？有。吃饭了吗？是。太好了，也有补水，对不对？有。太好了。我也吃了。这个也喝了水，补了很多水。那，哇，今天月亮还挺漂亮。那我们下午是比较轻松的一个感觉，那现在天黑下来了，我们火星的舞台灯光打出来都可以都展现出来了。对，我觉得晚上的火星可能会更美一些，那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开一场厉害的演唱会好不好？好。然后那我们一起嗨起来。接下来这首歌你别看好像叠了很多层，其实就是一件。不可能的，我再热我也不会脱的，放心吧。打消这个念头，听音乐了。好，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之前创作的一首歌，是那个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叫做《Here We Are》。时空现实里忽明忽暗，难以触碰。我站在山最顶端，像夜空尽头如有神明。这流星划过天际，雨后放晴，划过星云，我却看不到。没有太多诉求，远大的和平，迷你妈咪。钢琴城市从听到，平安宁才共鸣。这心灵每一起丝创意，可是别再要冷漠，举起双手，热情相拥，别再太沉默。无关利弊或对错，勇气一直在。Thank you.
的金光持续成长，很急速过了一夜，春风来临，万物生长，改掉一切的莽撞，不知抵抗，偏要承受物质的绑票，想要不忘初心，有过的理想依然坚信，很难过当初余生所有努力做的承诺，却沦为化成风一场空，回头看再次深渊，一路风景做个矫正，直到我满意，老天给了我鼓励，从内心倾诉。
接下来会唱的
一些小镇里的花这些歌。然后那同样这张专辑也有中间有一个部分是讲的是比较内心的一个状态，就当遇到这些事情之后如何来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我上一张专辑有一首歌叫做好想爱这个世界啊，然后这首歌大家听过的可能知道是讲关于抑郁症的一首歌曲。然后但是上一张专辑其实很多是站在第三视角，那所以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如果有焦虑比较严重的人，希望听完这首歌可以给你一些些听完后的一些治愈吧。对，然后那如果没有焦虑的人呢，希望听完这首歌能够关注到身边的这样的朋友，然后能给予他们一些爱意，至少不攻击。对，然后那我这张专辑有写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和好想爱这个世界是姊妹篇。对，但是这首歌会不一样的是它可能更多的是以第一视角来去写了一些自己在生活上因为一些事情解不开自己的难题，然后而焦虑而挣扎纠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该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因为很难受吧，就是比如说就当你就如果还能跟身边的人分享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幸福的。最痛苦的是没有办法去分享，只能自己一个人消化的时候是会很难受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会演唱这两首歌曲，那我希望大家我们可以相互治愈。这首歌叫《好想我回来啊》。
情绪不知如何表达，无论
仿佛失魂的虫鸣，却明白此刻应该做些努力。无论我在这里在哪里，都能弥补的过去。每当想起，想我离开，以这种方式存在，是因为那些旁白，那些接待，那些伤害。不想离开，当你说还有你在，忽然我开始莫名期待。Thank you.
舒服的
房间是个凌晨两点半，鼓起扛起喝酒的勇敢，对着神经空气大声宣战，当压抑边界装备加入这狂欢，疯狂继续不需要你赞，所有希望全都留到末日清算，像孤盘你手中最怕洛克的节奏 I wanna do oh 我被狂热感染过，我尽管如何拯救 I wanna do oh内中的很靠中的两盏苍蝇有个被刮到的声音，正面就存在的遮蔽白色是空白经过了循环的语句，这个瞬间场景没人收心，也许眼前一切都是什么你在混沌想法中最不可理喻念头 I wanna go oh 我在疯狂世界中怎么融入那些触动 I wanna go oh像丛林里危险的精灵，独显着不安的指引，我也时间会提醒为自己解密，那些忽略了错了的证据，都织成了无尽的电子陷阱，在主观世界中会有多少个人接受 I wanna go oh oh 我被消灭后到底怎样才能逃走 I wanna go oh oh 如果可以服下你疯狂的妖精，那些和你梦境只有不离上面宇宙的与之相对的问题，就是爱因斯坦的逻辑，在繁忙万般醒的夜里，矛盾的主观要觉醒，所有未知以后都让我保持清醒的感受。I don't want to know, I don't want to know, I don't want to know, no no。当我再度回忆后，一切变得纯。I'm not afraid to die.
请你慢节奏像诺亚，划过河流，已经醒了雨。风将你绝唱几张帆呀，那飞鸟就衔来天边黄。下着雨。
Oh,
Bye.
年潮汐的剧痛，昼夜辗转到时钟，成年大型战黑洞，一望无际多迷人，在粉墨自我的时空，只有彩虹撞钟，但世界一派从容，中眼眸是天生，也许不止一个人啊啊啊啊，Sorry.
会写手本最贵有多对一比利亚的装备变成空气杯搜索完人成功无惧给空白下下场腹背暗藏的金牛烂腿出位主演身上逼自己为昂起手去找火虫女和理想金粉色夜杀死的光人木兰剑好脚金水金龙机场心血是我的要上冰刀擦飞半不少斩上几分为何把心泄露长矛手卡准解封了
壳只剩一个打底了。大家听的还有看到刚刚那个虚幻与现实的那个厉害我昨天有介绍《逗留》这首歌在讲什么？嗯，我忘了说为什么会有一个大合唱。我昨天不是说那个安静的部分是有一个天神下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天神下来，把那个牛的灵魂抛起来，举起来。然后去爱护他，然后那个时候后面安静的部分的时候，其实这个副歌的歌词它有两重的意思的，虽然同样都是在讲虽然是重复的歌词，野性袒露着灵魂纯粹或者肆意妄为，就是这是在说可能看台上所有的在看斗牛的这个看客，他们好像都在去支持，然后释放了自己灵魂里面的一种他们以为的快感，但是这种快感会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痛苦之上，所以最后当一切停止安静下来的时候，当那个天神下来的时候，所有的看台上的人都看见了这个举动，然后所以就会有当那个声音出来，唱完之后会紧接着一个我的声音，就唱野性的那个副歌的歌词的时候，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声音的时候，代表了这个斗牛士再去向这个牛致敬。当斗牛士开始向这只牛致敬的时候，所有看台上的看客就开始站起来去致敬这个生灵，然后内心开始逐渐的发生变化，从一开始好像很享受这种竞技，到后面开始发现了自己的善意，觉得不应该这样，然后开始去重新来唱这一句词的时候，是换了一个角度去敬畏生命，去反对这种事情，对，所以好，那说回这都是上一张专辑，其实上一张专辑我也没太就是讲的没那么多，现在觉得能挑着讲，反正在演唱会上可以讲一讲嘛，对吧？ OK， 那接下来我要演唱的这首歌呢，是我今年这张专辑的倒数第二首歌。这首歌呢，可能很适合在房间里面听这样，然后这首歌也是我个人的一个平时大部分自己待着的时候的一个常态这样。今天演唱的这首歌叫《当全世界忘了我》。
假如可以让世界沉默，别吵醒我的梦。假如可以让音乐停下来，假如能延续那一份热恋，就让我固执的结果。多一秒欢呼声响，在此刻要沉醉忘我。多一秒尖叫假如的追梦追得着我，能放弃他，珍珠他照亮我。假如那烟火燃尽后陨落，别再散落金花上我。假如生命的我，生死离解，他想独满足我。假如人群死去后再落寞，不能给我一面镜子让我。假如可以让世界沉默，别吵醒这个梦。假如这场夜终于散场之后，我也会忘了我。
Thank you.
这首歌呢，也是希望我们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把
太阳给唱出来。不过还真神奇哦，是不是？连着三站了，每一站都是在前一天查天气预报说一定会下雨，结果三站了，一滴雨都没下。而且武汉说这两天每天都有雨，而且每天都是全天下雨。这两天竟然全天都没下雨，在火星感觉是真的有一点点。那家黑粉不是给我起了个称呼吗？法师是吧？感觉在火星，你别说，还真有点玄学在身上。干不过我，好，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可能是因为我写了这首歌，所以太阳就很喜欢我。一起来演唱这首歌，好不好？向阳而生。
谢谢环节了。首先要谢谢我的家乡武汉，谢谢，还有我们武汉园博园，谢谢，好的一个场地，对。然后同时也要感谢园博园对我们演唱会的这么一个大力的支持，谢谢，感谢天娱传媒，谢谢，还有我们的主办方亚美娱乐，谢谢。别说超哥跟鹏哥这两天是真的很，我觉得还是真的很给力啊，谢谢，就是天气炎热，然后就立马快速的去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了，谢谢，那我们谢谢超哥还有鹏哥好不好，谢谢，同时也要谢谢我们亚美的所有的小伙伴们，感谢嘉平导演还有阿健老师的辛苦付出，谢谢，感谢我们这么厉害的舞美设计团队的李斌还有张涛两位老师，谢谢，感谢我们音响团队的姬叔和阿麦老师，谢谢，还感谢视觉设计的邱董老师团队，灯光小五、雷射小杰老师团队，以及导播的展昭老师团队，谢谢，感谢我的好朋友左立左大爷，谢谢，感谢我们的音乐总监龙老，谢谢，还有我们所有的优秀的乐手们，谢谢，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精彩的表演，对不对？对，还要感谢台姐虎哥娇姐精心准备的每一个造型，谢谢，感谢很有可能宣传团队的支持，谢谢，感谢摄影吉哥还有婷姐拍出来的我们美丽的火星，谢谢，还要感谢艺术家宋三土老师设计出就是这么多好看的这个艺术装置，谢谢，还要感谢我的团队小博和饺子，还要感谢鹏哥为演唱会的辛苦付出，谢谢，感谢网易云音乐的大力支持，谢谢，感谢所有为火星演唱会付出努力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不用谢啊，谢我干嘛？回家了吗？回家了。那既然是在家，那就让我们接下来再嗨一点，好不好？点燃一个镜头。
能找到盘旋爬升的动力吗？
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武汉站的最后一首歌。
希望我们大家是在一个非常开心、快乐、美好的一个状态下来去一起演唱这首歌，让我们给我们武汉站的演唱会的收尾来一个美好的回忆，好不好？好。最后一首歌，走，一起去看。
大家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依次就近有序退场，不要拥挤，不要在场内逗留，请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避免遗漏和丢失。绿色环保从我做起，请您将手或周围的垃圾清理至就近的卫生区域，不要随意丢弃。感谢大家的配合。自驾车的观众请注意，赛场时车辆较多，道路拥挤，请听从交通民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如果交通拥堵，请耐心等待。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华晨宇和平演唱会，感谢您的光临，并祝您拥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各位观众，演出已经结束，请大家听从现场的工作人员引导，依次就近有序退场，不要拥挤，不要在场内逗留，请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避免遗漏或丢失。绿色环保从我做起，请您将手头或周围的垃圾清理至就近的卫生区域，不要随意丢弃。感谢大家的配合。自驾车的观众请注意，赛场时车辆较多，道路拥挤，请听从交通民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如果交通拥堵，请您耐心等待。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华晨宇火星演唱会，感谢您的光临，并祝您拥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各位观众，演出已经结束，请大家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依次就近有序退场，不要拥挤，不要在场内逗留，请保管好自己的物品，避免遗漏或丢失。绿色环保从我做起，请您将手头或周围的垃圾清理至就近的卫生区域，不要随意丢弃。感谢大家的配合。自驾车的观众请注意，散场时车辆较多，道路拥挤，请听从